手够咱阿母食饭入去，想要找一个所在，在迄个所在建立基础，一个小家庭，要甲人租厝，要人下讲厝税遮尔啊真悬，咱租袂起，互你过着我的生活面，过一段无长的生活，我实在感觉真歹势啊。明春，你要怎样做钱？我知影你希望会当一个好的环境，咱会当不计断乱。时机是咱娘买的哦，若是要找到一个正当的工作，会当过